马陵布依族苗族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，是一个以布依族和苗族为主要民族的乡镇。该乡地处花溪区的西南部，总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，辖11个行政村和一个社区，总人口约为2.5万人。马陵布依族苗族乡地势较为复杂，山地和丘陵地带占据了大部分面积，其中最高峰海拔达到了1700多米。该乡气候温和，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，降雨量较为充沛，适宜农业生产和旅游观光。该乡的经济以农业为主，主要种植水稻、玉米、豆类、蔬菜等作物，同时也发展了畜牧业和林业。近年来，该乡积极推进旅游业的发展，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。马陵布依族苗族乡的文化底蕴深厚，布依族和苗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传承。乡内有多处布依族和苗族的传统村寨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。此外，该乡还有多处自然景观，如马陵河、石门山、石林等，都是游客前来旅游的热门景点。总之，马陵布依族苗族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地方，它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。